华联建商清洁队传出有这个队员用上班的时间偷开这个公所的粪扫车，私下去载厂商的粪扫，还佫违法倒置公有的粪扫场，了后伊佫会来删除这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啊，不过这个公所是利用这个 GPS 定位发现伊违法的证据。十二下晡2:56，一只吉安乡清洁队的粪扫车驶入去光华粪扫坑台场，把大量的粪扫拼出来了后，就随驶离开。看到是无啥问题，不过这个司机载的粪扫是私底下在民间主管回收场的粪扫。趁上班时间还没开始收垃圾，中间那段时间跟厂商收垃圾，我们队上有去把他的那个行车记录卡来看，但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影响。粪扫坑台场看到粪扫无分类，就随通报清洁队，然后才发现这个姓陈的司机，伊出勤的时间有够样。虽然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已经被拆掉，不过根据 GPS 定位，还是发现粪扫车的形状，违规的行为全在鼻腔。当事人的说明是说朋友委托了，那我们也查证了以后，他是属于私人的，就是搬家以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垃圾。那我们也请当事人就是在隔天就把这些生活垃圾全部都载出去。公所强调讲，经过调查，这个姓陈的队员虽然有违规，不过并无收费，所以该记一记大过，调离开目前的职务。而且民众若是有大型或者是大量的粪扫，都要以正常的管道向清洁队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